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我是写台湾历史的人，还是徛喺台湾人的立场来写的，我们是徛喺迄个统治者。所以我头一个一本书叫做《何惧时期台湾史记》，哦，荷兰占台湾，1624年到1660年。第二本书写秦始皇朝，就是秦成功这个家族来统治台湾，1661到1683。第三本转到继续。晚清来统治台湾，1683到1895，哦，所以这个时间上久，就有满清据台213，晚清占台湾213年。过煞了，就是写日本时代，哦，日据时期伟大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是在伟大，哦，咱吼过去吼骂个臭头去吼，但是台湾人真伟大嘞。哦，我讲一个，你就知影。日本兵哦，派76000名兵，用6个月的时间为国人拍个台南。哦，啊，但是日本兵哦，在即个1931年哦，派兵20000名去拍中国东北，3个月内底，甲规个满洲平咱大36倍。人口加12倍，啊，用的兵力是咱的1/4，3个月都给占来，啊，到底咱是不是真伟大？和日本人开遐侪时间，哦，啊，遐侪精力。那虽然讲住喺中国东北是台湾人的时候，这日本兵哦，哎呀，建210几年的大赢啦。哦，啊，看，伊这3个月都给你砍掉，是不是台湾人？台湾人真伟大。哦，我咧这用个实际例来比啦，吼、哦。啊，即嘛，这四本写完，啊，要写国民党的时代哦。这个王朝都还未结束咧，吼、哦。啊，你即嘛写吼，无一定标准。但是2006年、2005年，我去美国参加美东夏令会。啊，捌一个人，一个医生，伊叫做林毅夫。林毅夫哦，这个名真出名哦。林毅夫是台湾人，有一个林毅夫是台湾人，在金门做兵，啊，受罪走去中国那边，哦，啊，即马在做大官哦，即马是在做什么联合国的、什么银行的副总裁啊，哦。这林毅夫讲要回来台湾，要看伊老爸哦，希望一个和台湾政府在动的。哦，啊，明明这个林毅夫这个名，伊是一个医生，在美国做医生，伊写一本书，上完一本书叫做《台湾人受虐待哈、哦、性格的心理分析》，对讲台湾人奈有一阵人哦，爱去和人侮辱。哦，虐待，诶，心理分析一些精神科的医生，啊，读出很感动，哦，啊，过无外久，这个林毅夫来台湾来找我，啊，阮两个坐这个搜狗吼，搜狗有两间，第一台北有两间吼，诶，第二间的迄个外口的草地吼，有迄个椅啊。讲4-5点钟久，哦，所以我转写一本《罗列》。《罗列》这本书哦，这书哦写呢哈，这本书头前有写几项代志，爱和大家小念一下，爱和大家小知影。身为台湾人，要脱离奴隶的枷锁，
先爱了解罗勒的言行甲思想，答应为中华获得解脱，成为一个真正的台湾主人。因为咱吼真侪言行甲思想哦，是迄罗勒思想，啊，家己唔知啊。哦，啊，过你看这份资料，你才知讲，家己是不是在做罗勒？哦，因为即摆罗勒吼，甲过去的罗勒无同款。过去的罗勒是，家己拍，你爱做苦工，吼、哦，这款的叫做罗勒。啊，即摆的罗勒就是讲，你思想上哦，啊，十，你安尼两百块啊，好啊。啊，我就投票投給你，啊，这是奴隶的行为。哦，啊，收到这两百块，收到两千块，是不是安尼多？你要爱安尼做无？啊，你知影讲啊，你这是奴隶的行为，安尼，咱才会成功啦，吼、哦，才会要独立自主吼，诶、哦，代志才会成功。啊，内文吼。哦即搭吼写吼，台湾无法度独立自主的理由真多啦，哪能把众多理由找出，一棍找出来，乱象就会减少，迈向独立自主自然水到渠成了吼。这是2006年我写的吼，即卖来讲起来，咱已经有这条路啊，这就是讲咱的林秘书长的路吼。罗勒这本书就是为根本上将历代到今来奴化教育的结果，放在国人的面前，让国人知影罗勒会生做啥款，甲伊的言行，吼、哦，安那安尼吼，认贼作父、卖票文化、台奸这款行为，拢会消灭到底无形，吼、哦。啊！予国人了解台湾民族英勇甲台湾神的存在，自然国人会撇开做奴隶、独立的自主吼，都用提早来搞。哦，所以这本字写这本字重要立场在遮啦吼。这个就是吼，这个方面啦吼。你看这方面设计，我叫阮家家设计吼，这个荷兰人啦吼，啊，这个电视用掉，完全日本国民党，啊，徛在咱台湾人的头壳顶头，啊，所以这本字落来，啊，安尼大概上安尼这本字出来吼，就知影意思啊吼，啊，这是上面吼，那边甲这边。这本字我拢总印8000本，啊，即摆我无法度当只卖，就是我无啊，无半本啊，吼、哦。啊，这下序吼、哦、是杨旭东是这个大地文教基金会，都、就是这个海洋之声的当时长是吧？哦，一看我也只刷掉哦。阿姨就写这个序来好啊，吼、哦，这不要紧哈，啊、哦，国民党来台湾了后，吼、哦，中国的信仰推翻日本不搞得台湾的根基，打压基督团体自由、民主、人权，好、哦、论述，而独尊外来进口佛教系统。与中党之教育组织，一系列杨旭东是不够多哈，于是有许多被捧红的官方人士聚会的教堂，啊，当中国药丸望弥撒的教会，啊，自以为中国正统教派各种宗教团体哈，啊，你那不是反之丑化矮化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哦，一。中国人干那要讲伊个宗教吼，啊，甲台湾的迄个宗教矮化吼，啊，这是一下个序文啦吼，这无讲真要紧，但是嘛是爱知影啦，哦，礼拜红台视的迄个
叫做暴徒啦，叫做共产党徒啦，啊，若讲台湾吼是不入流之辈啦，吼，为台湾人本土牺牲死了是鬼，中国人吼死了变作英魂啦，吼是神啦，吼可以入住忠烈祠。这就是咱为什么台湾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本去战争死三万九千一百人，日本人该囥在因的忠烈祠，对靖国神社。吼、哦，啊，台湾人为中国去战死的，拢无讲。吼、哦，数百年来，台湾出现真多台湾民族英雄，吼、哦，保台护台建国，吼、哦。受到外来的打压，拢叫做土匪啦，吼、哦，都无人叫做民族英雄啦，吼、哦，叛徒，吼、哦，吼、哦，暴民，吼、哦，啊，成为无形中的转轮力量，护佑台湾的子子孙孙迈向自由、法治、民主大象，吼、哦。外来的人吼，在台湾所谓的忠烈祠吼，日本的光对靖国神社吼，台湾人为了根深耕耘台湾精神吼，奉祀台湾忠烈英魂吼，所以吼，伊感觉咱台湾人吼爱拜台湾神啦吼。啊，台湾神是啥人吼？伊有古咧，就是讲过去咱有计怀疑哦，朱一贵吼，哦，林松文吼，戴兆春吼，啊，日本时代有等等，就真侪人吼。啊，这本书有第二版，我拢总印八千本啦，八千本少啊，无半本。哦，第二空空六年吼出版的罗列吼，受到真多的欢迎。这是一本有关奴隶的行刑、统治者对付广大群众的伎俩，通过实际的说明，上重要是在引出被压迫的人民寻回自我了哈，找回找到家己了哈，建立自立之心，哈、哦，要咱们学校来对对学社会上的媒体上哦。输入错误的资料能加以抛弃。咱吼会头壳吼拢藏一挂笨手，吼啊，这是通底只挑工爱藏好哩，一挂笨手爱藏好哩。举一个人人知影的例，就是吴凤，吼，在通底只的污染下，一变做民族英雄。我细汉的时阵在读书吼，都读到吴凤哇，真伟大，吼阿妈。个个大汉的时阵哦，哎，嘛去看到五凤庙咧，吼，吼，五凤庙伊讲下图都有啊，哦，这就是五凤庙啦，吼，哦，啊，这无影的代志，讲啊变真的咧，哦，谎话讲一百遍变成真理哦，就是这啦，吼，哦，但是你无去改突破，嘛唔知啊，想讲五凤真伟大。这个庙是在建立的通敌者的方便来通敌，和伊的奴隶有所遵循。时间一久，哦，变成真的，哦，虚构的历史受人敬拜的神，哦，这是真可悲啊！哦，这本书出版了，受到美国的代表的高度肯定。哦，我走美国哦，因为过去。的关系哦，做事业的关系哦，爱一年爱去一遍到两遍，所以我拢总去美国差不多有七八十遍嘛，唔知几遍，哦，啊，所以捌美侨真多啦吼。第二零零七年的热天哦，有台美人哦四个台湾人的下联会，其中都有三个人来邀请我去做演讲。啊！但是这个时间上有冲突，所以接受两个邀请去演讲。哈、哦，这是罗列这本书哦，受欢迎哦，尤其受到台湾人的欢迎哈、哦。
啊，但是这本书你看无，你要安怎看？你拍郭宏斌我的三字，咱们 Google 来这出现一万外笔的资料，啊，那加上吼、哦，加上这个努力，吼、哦，啊，努力一本书吼、哦、都会造出来，因为我写字重要的目标，不是要让自己爽，哦，是要让台湾人知道自己的地位，哦，啊，无要赚钱。所以我写一百多万字吼，拢在网上吼，你拢看会到。哦，啊那看袂到，你挑工要买，只要几本啊字吼，你通买去看，你才知讲，安尼才袂做得落来。哦，这个五凤庙啦吼，五凤庙，我嘛去个真新哈，真好，真水。但是这假的，无这代志的，啊那也无这代志。吴凤村是在多里的，讲是在即个阿里山下啦。阿里山的人哦，伊遐当地著名个著名哦，讲阮外，外叫做吴凤村，吼、哦，安在爆发出来，伊讲迄个即吴凤即个假，吼、哦，所以安尼才知呀，吼、哦，啊不过我那么想讲是真的咧。罗列的定义。到底什么叫做奴隶？好，奴隶的定义。好，除了传统人生不自由的奴隶外，人生无自由叫做奴隶嘛？在思想上受制于人，成为他人的工具也是奴隶。就是讲奴隶现在定义扩大解释，你除了你行为，吼、哦、是奴隶以外。啊！你的思想去用控制掉，哦，嘛是一种奴隶，哦。为了和咱台湾人了解自己的思想、行为、言论，是不是远离奴隶？哦，是。咱台湾人是不是你的行为举止远离奴隶，离开奴隶较远的？哦，自觉你自己发现无奴隶的现象。你自己发觉，我都无在做奴隶，吼、哦！第一家的恭喜，你是一位堂堂正正、有资质的台湾人，吼、哦！你爱看基本资料，你要怎讲？我自己无这错哦，安尼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吼、哦！那是发觉自己不行，在某一个部分有奴隶的现象的时阵，吼、哦。嘛，他们讲跟你国强去，你是看到一项，怎样讲啊？自己唔对啊，举一反三的赢家，因为你一点击破，你的人生充满了机会，必然是一个赢的，吼、哦，爱远离奴隶。头一个就是讲，我都无奴隶的行为；第二个就讲，哎，我敢那有咧吼，啊，你嘛是赢，因为你会发觉到。发觉到啊，你就会改良嘛，吼，无人要去做奴隶嘛。这个是这相片是印度奴隶啦，吼，哦，3:8。万一发觉自己是人的奴隶的时阵哦，你仍然有机会变做自己的主人，哦，请不要气馁，一步一步修正。走向正道，你可以成为实践家。那万一发现，哎，自己都是奴隶的，自己言行拢是奴隶言行哦，你也卖迄个气馁哦，你修正哦啊，走向正道哦。啊，最要不得的是哦，明明是奴隶，做习惯做奴隶，在奴隶圈中享受奴隶的特特权。甘来用对自己的下属发脾气，对他的主人或曾是他的主人恭顺异常。若你碰到了这个人，请将此书的重点向他说明，就功德无量，因为你是一位促使人性战胜奴性的战将。这人哦，在做奴隶，自己唔知呀，哦，自己唔知呢，过得享受奴隶的特权，啊，在做奴隶做个假华裔。
有这款人无？什么人因去这里无？王金平，哦，吴伯雄，哦，吴伯雄的来来哦，知影人较侪啦。我讲吴伯雄，吴伯雄的阿伯是法官，阿去国民党拍死，阿拍死阿吴伯雄的阿姆吼，这就是伊的因太太吼，专去查，啊查家吼南岗桥卡吼，查到因阿伯尸体。啊，因阿伯吼是一个法官，应该是穿西装穿啊水水水，但是西装拢无去啊，吼，啊穿一件内裤，吼，啊穿咧拢叫白去，啊内裤该脱起，南巴个叫切断去，吼，啊切断去又脱咧吹去，吼，啊这个啊这个暗度都该摸断去啊，吼，啊这吴伯雄吼。按照对待台因阿伯的人呢，都是真恭顺，专去做国民党的奴隶，哦，啊，这都是标准的奴隶，啊，到即卖也未觉醒，哦，啊，即卖在享受，因囝即卖在做统管长，哦，啊，这款人吼，一个的拢变出来了，吼。啊，历史上也该做适当的评语啦，哦，啊，咱知影是讲，啊，咱知啊，这就是奴隶，啊，为什么伊会成为奴隶？后边会解说，哦，啊，那拄着这款人哦，伊在享受奴隶的特权的时阵哦，啊，对主人恭顺异常哦，你若拄着这款人哦，都。甲这本书的重点给解说，吼，吼，可以人性战胜奴性，吼。啊，咱即摆来讲，什么是奴隶？奴隶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在做奴隶？吼，奴隶在3800年前都有啊。当时巴比伦的人哦，甲战俘沦为奴隶，吼。巴比伦就是。在中东一个国家，吼，在这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个啊，对，那个所在叫做巴比伦，吼，巴比伦的王国，吼，镇压啊，就把对方的人叫来做奴隶，啊，时阵的奴隶大概都是体力的工作，吼，到个15世纪航海世纪来搞。那15世纪航海世纪来到，吼、哦，15世纪因为西方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哎，中国人唔知啊，戆戆，啊、哦，中国人唔知地球是圆啊扁的，我唔知啊，哦，哎，地球是圆的开始航海，啊，所以这航海世纪，唔知有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哦，1492年嘛，吼，啊，都15世纪嘛，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迄都是咱因的思想有突破，有突破某一个点，到有法度通去做即挂代志。哦，西班牙、葡萄牙兴起，吼，啊，美洲爱个大量的廉价劳力，所以有数千万的黑人，非洲黑人，为1517年开始。带来美国、美洲变作黑奴，因为美国开始开拓，啊，要种棉花田，吼，啊，棉花田要叫啥人种？哎，叫黑奴来做了，哦，所以美国就大量进口黑奴，哦，啊，得替佮用的，哦，啊，大张，哦，啊，即靠人，哦，啊，就开始就黑奴就开始，啊，过去的记录。吼、哦，过去的奴隶在身躯顶头吼，还是颔棍吼，和小红的铁吼，他们顶头烫上印记。这奴隶吼，爱有一个记号吼，啊，我个 A B C D 给烫落去，啊，给颔棍啊顶头，啊，比如写 A A 写 A B 哦，这两个家族无同款哦，啊，你熟悉人诶，哦，你走个多位拢
屌屌的哦，这奴隶哦，这群人是无自由啦哦，受制于另一个人哦，这是奴隶，毫无疑问是奴隶啦哦。澳洲人为了建钢架，哦，大肆贩奴，哈，哦，这就是当时非洲的黑人向掠掠起来。啊，非洲黑人敢就遐衰，哦，那个圣经的记录哦，无遐尼衰啦，黑人是黑人啦，哈，哦，无遐衰啦。但是到啊十五世纪来的时候，你较强的人诶，白人哦，专甲黑人掠起做奴隶，好。诶，奴隶吼，啊，都规批规批爱卖嘛吼，啊，有一个转运站吼，伫即个哥雷岛吼，1807年3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吼，通过啥物？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禁止英国船吼，干那为非洲的非洲运去美洲运上罗勒吼，啊，哥雷岛为了见证西方殖民者实行奴隶贸易、残酷压榨非洲人民的罪行，哦，你看嘛，这链条有多重，哦，啊，这就是非洲的黑人。啊，这你来看，也是家这边去用拍啊，你这款型，哦。啊，当时吼，安怎运来美洲吼？这个所在吼，这非洲的黑人哦，是出产的在多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方到黑人。撒哈拉沙漠，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地方是白人，哦，像讲突尼西亚，哦，一些白人的地区，哦，埃及也是白人，哦，哦，利比亚，哦，这非洲北边哦，是白人的所在，啊，但是南边，那个撒哈拉沙漠依然哦是黑人。啊，所以黑人的地区哦，就这个所在拢黑人，哦，啊，为啥要运运去？所以哦，伊有几啊条路来行，啊，啊，要行安怎去行去美洲？啊，即马讲另外一种路咧，伫印度的路咧，哦，印度人口世界第二大，仅次于中国。人口多，吼，哦，啊，创设了全世界无的奴隶制度，叫做种姓制度。这个北疆人，吼，哦，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啊，入侵印度，因人口是印度黑人人口，印度的黑人，吼，哦，是白卡黑啦，吼，哦。咱在台湾是讲叫做黑印度啊，黑印度啊是白加黑，加非洲的黑人的黑无同款。哦，非洲黑人哦，一个头长球的，哦，啊，印度黑人哦，就是白加黑、白黑、黑黑。你若去印尼买看到黑黑的人，去澳洲大陆哦，迄土生的嘛是黑人。哦，哦，啊，咱的历史记录。讲田成诶，田志良、田成功诶，老爸带500个黑人兵，哦，去福州，啊，那黑人兵500个名，是毋是为非洲来？毋是，是为南部哦，印尼、澳洲哦，即挂印度即挂人哦，来跳500个人去做即个田志良诶迄个黑人兵，哦，所以。这黑人兵出现在中国的历史的兵条都出现了吼。啊，那有黑人兵吼，咱接着过来解说。种姓制度是
奴隶制度的化名，这是另外奴隶制度及另外一种名叫种姓制度。不过他配了宗教，一配上一个宗教，哈，和广大低层的人甘心受人奴役一辈子的制度，要让你做奴隶，一世人都做奴隶，敢有这款奴，将这款法律？哦啊，伊就挑工创一个叫做种姓制度。啊，什么叫种姓制度？就是这个奴隶制度配上这个宗教，哦，各个宗教的来对。第五千年前，在印度有高度文化的达罗毗虐人哈。在印度河流域形成了古代文明社会，哦，称为印度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哦，又称为哈拉巴文化，哦，在三千年前外来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并占领印度，所以在三千年前印度人去和雅利安人占领，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色，哦啊，但是印度人的色是黑的，所以设计一套让众多人口的人，哦，的印度人愿意让人奴隶一辈子，他按照来设计就是说，哦，把人分作四种，人要分阶级，哦，第一婆罗门，哦，萨帝利、吠舍跟首陀罗，好，哦，啊，咱吼，哦，为了简单起见啊，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好，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级，啊，哦，啊，你看这些四级的变化，这是为印度的婆罗门，哦，哦，啊，这是在为印度的人，哦，这是印度国啊，因为印度这是一个独占的社会哈。迄个时阵哦，这个欧洲的文化哦，要入来印度哦，有一个欧洲有一个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伊就到这个规个欧洲、非洲拢镇压，啊，镇到印度的时候哦，就输去了。啊，那输去，所以来见印度的时候，这亚历山大的兵马拢真整齐。啊，拄到印度，你知？印度有个大象，像啦吼，500头大象对抗你的迄个骑兵吼，啊，亚历山大大帝吼输去吼，所以无法多入来印度了吼。这嘛是一个印度的国，岛啦吼。印度的边啊，这西巴基斯坦啊，这边东巴基斯坦，这嘛东巴基斯坦哦，被做孟加拉 （Bangladesh） 哦，啊，孟加拉隔壁这边哦，布马、缅甸，啊，缅甸过来这边泰国。哦，这印度哦。啊，印度就是恒河，这就是因的圣河。第一级，婆罗门，干啦，北疆人也在做婆罗门第一级的人，哦，啊，伊是咧种啥？祭司、贵族，伊是做和尚啦，哦，做传道人啦，吼，哦，这个阶层。掌握神权，这该展是行的意志哦，一直该说的。哦，占卜祸福哦，垄断文化和报道哦，农时季节在社会地位中是相关的，用个白色做代表。这个婆罗门哦，这个族一定爱白人哦，你黑人袂使做。白人啊，伊是
将官行官，哦，行盖到顶，啊，所以哦，伊上大。第二阶层，啊，伊朗是亚利安的一个人的领地，哈，哦，波斯是一个来自亚述人用。在伊朗西南方地区的部族哈，这不要紧的。接着讲，亚利安人是为这挂所在来啦哈。啊，波斯部族哈，米底亚哈，跟波斯部族拢是用印欧语系的亚利安人。嗯，后来哈，后来叫做波斯人。波斯是什么意思？波斯都是在，基本上。伊朗就基本上也伊朗了，哦，波斯人了哈，啊，真自己是伊朗人，亚利安人统称自己是伊朗人，伊朗的意思就是亚利安人的领地 ，Land of the Aryans， 啊，啊，这是当年的这个亚利安人的帝国。第二级萨迪利，同样爱白种人才可以做萨迪利，黑人不可以做，哦，是入侵者，亚利安人军事贵族王族和战士，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员，掌握国家，哦，除神权以外的一切权力，以红色来代表萨迪利，负责司法和统治。这第二级的人吼，除了神，伊无目着以外，村的管理拢在伊的手下，吼，还是国王吼，等等，一挂迄个管理拢是萨迪利，对第二级的。伊这按你设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你到尾就你就知影讲，伊那都爱按你设。啊！在台湾有人安尼写不？吼，哦，要注意看吼，哦。婆罗门和沙地这两个高阶种姓，是社会中的统治者，依靠剥削，吼，哦，并掌握全国绝大部分的财富。婆罗门跟沙地利哦，这两个少数的人吼，哦，掌控了整个国家的财富，哦，啊，司法，我讲一些司法和统治，哈，哦，司法统治，所以司法部长特征组我得管的，哦，啊，您那管，您都爱较注意，说我得管的，哦，这块呢，你爱注意，哦，第三级，费舍，第三级。这个阶层是用黄色做代表，是印度社会中普通的劳动者，是亚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庶民、商人，因爱甲国家交税金。费舍是虾米级？费舍本来的伊朗哦，都是受人统治的下阶层的人，啊，来印度嘛是做下阶层，第三级费舍。好，哦，这个就是讲，第亚利安人哦，伊家己嘛分了吼，哦，通底价甲比通底价，吼，哦，啊，通底价第一级、第二级一减掉，第三级数量多啊，做生意人怎样，拢是第三级的。啊，以上三大阶层哦，拢变一个纯洁阶级阶层，死后会使一再轮回，再生为原来的种姓，称为再生族。这一、二、三级的人，死去了后，一个轮回，你还知影哦？轮回这个哦，就话比较好政治家刚好创作一个哦。要安怎通知百姓的一种工具，
你今仔日好好做外劳咧，后世人我甲你升一级。好、哦，阿、啊、你要做奴隶，甘甘愿愿的做奴隶，奴隶吼，啊，后世人哦，通升一级，哦，这都是因的法宝，哦，需要可以一再轮回，哦，再生为原来的种姓，称为再生主，就是讲一个活阿都过世啦，吼、哦，好、哦，阿即嘛，这第三句讲完吼。哦就要讲第四级，哦，首陀罗，首陀罗西亚人是首陀罗，就是印度众多的人口，这挂人哦，拢是黑皮肤的，哦，肉色较黑的哦，这拢是首陀罗第四级的，这是原本哦，这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是。被征服后，处于奴隶的地位，这个阶层以黑色来代表。因为做下工匠奴仆，首陀罗是不洁的，无清洁，死了都无法度再生为人，所以叫做一生族。好，这是这个印度社会哦，有四种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啊！一、二、三，白人；第四个黑人。黑人，你一世人做外劳嘞？你看，这是写三千年前都设计好的。哦，阿公，你一、二、三会使再生。哦，就是讲哦，我死了，过再生的时候，我过是本来的种姓。啊，第四级的哦，不能再生。啊，所以这就有戏可唱啊！我和你啊，好好做奴隶，你后世人给你升一级，吼、哦，啊，就甘愿去做人的奴隶，吼、哦。但是一个一种族啦，氏族以外，一个就一种族叫做 untouchable， 不可触，不使该摸的啊！这款人你不使该摸，吼、哦，不可触 untouchable。四个种姓彼此不得通婚，四个种姓哦彼此哦未使通婚，双婚四岁囡仔哦，你啊，甲无共种姓的人哦生的囡仔哦，这叫做不可数，就是讲第五级吧，算第五级吧，哦。若是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看作是贱民，叫做不可触。啊、哦，以摩德西的种姓之内，最受鄙视。这个阶层只能从事清洁税务的工作，譬如洗衣服、扫街道、和厕所、搬运垃圾、火化尸体、搬清理动物尸体，在婚丧中击鼓。哎，婚丧中击鼓，敢有遐歹？啊，这是不可触的人哦，不可触安怎产生？就是一个黑人查某，啊，甲白人受孕，啊，生出来囡仔，就是不可触。哦，无共款阶级嘛。哦，这就是这印度、哦、要安怎甲你规划这挂人，这就是雅利安人哦。因要来统治印度，啊，统治印度要安怎让印度人哦乖乖听我的话，一世人，唔止一世人，要十世人、一百世啊，一百世嘛，赶快爱用听的雅利安人的话哦。这是印度人诶，这个图片的哈。贱民就是第五级，对高等种姓要表示恭顺，还要个爱该保持距离，你不再该弄丢，好，甚至影子接触而
续嘱他们，因此要佩戴铃铛，警告别人他们来了。咱台湾人有人在铃铛在路在行哦，哎，什么意思？我讲哦，印度对讲哦，我是贱民啦，我贱民来，你那个爱个屁哦，莫我打掉。因为啥呢？这个印度人规定哦，这个贱民哦，那个打掉哦，贵族的影影子哦，月光下面的影子去给打掉，打海你做一卡打的，去卡该毒个，毒个，真歹。所以这真不合理的行为啦，吼！警告他人引来啊，印度有两亿五千人，五千万人哦，不可触。印度有两亿五千万人是 untouchable， 哦，啊，这国家要安怎强起来？啊，印度那会独立？你知印度那独立无？印度过去，一切制度阿去和这个蒙古人占去。啊，蒙古人要过这款好制度，我来统治人，啊，我都卡翘起来，都规个财富拢我的阿哩哦。啊，蒙古人统治啊，真欢喜。啊，变就英国人来，英国人也嘛真欢喜。哦，印度人做奴隶做惯习啊，对吼，真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印度，英国欠兵嘛，所以调兵。啊，印度有真侪少年家，调200万人，少年家去做英国兵。啊，英国专该送去澳洲战场，都为每一个战场。该上去。啊，即个等战争结束了，谁都该救回来，搁等于印度。但是即个人看到外面的世界，才讲什么叫做自由。所以吼、哦，印度要发独立，到有法度成功了。哦，啊，搁拄到英国即款的国家哦，有人性的国家哦，转好啊，互你独立。所以，这印度的独立上，当然，你讲甘地哦，也是真重要的一个人物的哈。这个是一个婆罗门，啊，婆罗门第一级别哈。萨地利，这是通地有通地管的。因是帝王吼，甲贵族吼，甲贱俗的阶级，哦，天生便要统治，统管治理百姓。因为第一级吼是婆罗门哦，但是并不代表哦，伊就凭婆罗门较低啦吼，但是是。婆罗门以后差不多跟婆罗门同一个官道的这个种姓。啊，费舍哦，就是生理人哦，这是白人在做生理哦，在卖米啊，是在卖什么哦？棕色。有啊，啊，手陀螺，乌色，哦，这个手陀螺哦，哇，啊，你甲人掠灵的款哦，这个脚敢那查某的脚，哦，天生就是奴仆了哈，必须从事各项无技术性的劳力活动，是最低等。
的品种，不可学习梵文及经典，他们前世累积的恶业，使其理应为以上三种人来服务。索陀勒是皮肤黝黑的，就是用个皮肤的颜色来区别这领口，是什么？咱这点钟骨讲啊，假吼，还需要休困十分钟。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请问王雪凤小姐在吗？王雪凤小姐。